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电灯评测，今天又来市场给大家找机器了。这是粉丝朋友订的一台 A23 美版光换全新的机器啊，全贴合的屏幕啊，显示效果非常好，档口报价是2850。这是一台13 Pro Max 512G 美版上网无损的机器啊，外观98线，档口报价是6550。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在市场上找到的机器，首先呢是这一台 A23 256G 美版光换全新的机器啊。相比较 iPad 9、iPad 10那一种数字系列呢，它的优点就在于它是全贴合的屏幕，然后显示效果要更好一点。然后这台机器呢，咱们在市场拿货的价格是2850。接下来这台机器呢，是一台12 Pro 256G 蓝色的美版上网无损的机器，然后外观成色呢是有98线的程度吧。这台机器呢，咱们拿货价是3650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拿货的主要原因呢，就是这台机器它的电池效率还有90%。然后最后这一台机器呢，是一台14 Pro Max 1TB 的机器，1TB 呢就是1024G， 这也是一位老客户啊买过来送给他对象的一台机器。然后这三台机器呢，咱们都已经全部测试好了，等一下呢咱们就可以直接发货了。找到我们呢其实很简单，点击我们头像或者是给我们发私信都可以。